是种参的，当时包着山的目的想种林下参，为了看家护院安了几个摄像头，每次拿回摄像头卡的时候呢，都有些野生动物在里边出现，有野猪，有梅花鹿，有狍子，我种了那么多的人参都给我拱了，那我不白种了吗？查了一心子啊，这本身人家原来就得是生存的，他们是真正的主人，我现在跟他有点和平共处的那个意思，就是这小狍子你看刚那个拉的粪便多新鲜呢，有可能这个老虎就围着这个狍子在转。这些野生动物啊，在我心目中呢，它们也是非常漂亮的自然美。买个照相机就想把它们都记录下来，我用相机偶遇吧，算第一次拍到野生东北虎的时候非常那个惊讶，没过几天又拍了两只老虎。得有多少个食草动物才能养出一个顶级的老虎，证明我们珲春它这个生态就是越来越好，每年的这个时候大批的候鸟都回到珲春。虎头海雕在咱们国家也就得这个地方能见，南方的很多地方人都来拍它，一开始呢就一只两只，现在能达到9只10只很不容易了。我现在更愿意做一个他们的守护者。